大家好，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老编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新的事情。我们本来打算用电脑直播，后来才发现电脑直播过个老半天找不到那个按钮，直播的按钮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用手机直播，所以大家看到的画面应该会是窄窄的了。那现在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没人留言呢。他说我的连线速度不佳，哎，大家这样看得到吗？我应该要保持移动，这样子才不会大家以为有 lag 了哈。那现在我们先不管他，还是如果有在家里电脑前面的朋友，可以帮忙看一下我们的连线速度有没有不佳吗？首先，我应该要一直保持说话，因为如果没有一直保持说话，大家会一直以为整个大类格。首先呢，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东西。那原因是因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介绍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忽然间我们进了一个东西非常跟圣诞节相关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，但是目前大致上会没有人看过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颗球，那这个呢，不是一颗球，它是一个盒子，然后如果打开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遥控器，然后跟一个远远的球，看起来就是目前像这个样子，一个黑色的球。那这个黑色的球是什么球呢？它是一个全息球，我们称为全息球。我看一下官网吧，它叫做什么名字哦？官网把它叫做幻象采光球，大概叫幻象采光球。哦，这个取这个名字的人显然很中二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理论上你可以把它接上你家的 USB 的电源，我把它接上 USB 的电源，大家会发现呢，这个线异常的长，非常的长。那这个线为什么会这么长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可以吊在你家的天花板啊，然后它会附一个挂钩，你可以到处挂。有多长呢？按照达文西说的了，就是说一个成年燃脂，它的双倍展开的长度大概会等于它的身高，所以它这样子的话，至少我手一量，这样子拉长一量，至少就有180公分，然后再另外的一量，至少就有360公分，然后再多出这么一点点，好，我们称为80公分，好，所以大概有四米左右的长度。为什么线这么长呢？因为就是可以，你可以挂在你家的天花板或者是到处放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用这一个 USB 头把它接上你家的 USB 电源。如果你是露营的，你可以接在你的行动电源上。那这个球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表面其实是一种全息的一个技术做在上面，所以这一颗本身还附一个遥控器，你只要按开这个遥控器之后，大家有看到它有一个迷幻的效果，有没有？而且它是一个立体的，仔细看，它是一个立体的，因为它里面有无限的灯的点。这还不特别，为什么我们要在圣诞节前抢先的推出这个球的原因呢？是因为你看另外这一面，噔，雪花。我看一下遥控器的说明书，渐明渐暗，四号啊，我帮大家测试一下四号的效果。就是这样子，
有一个立体的雪花在这个黑色的球里面，另外一面就是另外的图样的一个样式。OK， 所以啊，你就可以用它的这个挂钩吊在你家的天花板，或者是你家的，如果你的圣诞树非常大棵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吊在你的圣诞树上面，然后就直接会有一个像是圣诞球的一个样子，两面还不同的效果，而且还附遥控器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什么事情都要遥控器，这才是方便嘛，所以遥控器会变成是我们的基本配备。遥控器是一定要的啦，这种东西，不然你的灯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你要怎么去开关它，会太麻烦了。所以你只要，它就算挂在四五米高的高空，你只要用遥控器一按，然后它会有不同的效果。你看现在我们用的是一个，哦，这个叫做什么效果？渐明渐暗。好，我们有一个5号叫做闪烁。哦，这是一个5号的效果。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那我们再看大家有什么想法。好，那你可以降低它的亮度，欸，我把它全开好了，欸，全开很亮，8号假设你觉得它太亮，你还可以降低它的亮度，让它暗一些。好，有没有有没有，好，不会那么的刺眼。然后你如果觉得要让它亮一点，你就一直把它增加它的亮度。遥控器啊，遥控器是一定要的，在高的地方你都可以控制得到。好的，那现在我先把这个球球放在旁边。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了，是，嘿，陈定宇先生问多少钱？我帮你查一下哈，这个钱不是我决定的。现在目前我们是卖1680。好，我们回到跟钱不相关的事情了哈。为什么它1680？要知道全息的技术啊，称为 holographic 的一个技术，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片段里面，会有一些所有的一些讯息都可以埋在里面。就是我们把，哎，有人问没有 LED 功能哟。拍谁？因为啊，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现在目前这一颗灯啊，它里面是白光。哦，谢先生问说没有 LED 变色功能，太可惜了。哦，不用紧张，后头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颗球，这一颗叫做，哎，长得一模一样的球。哦，然后这颗球的特点呢？就是没有遥控器，然后啊，它就是三色 RGB 的 LED 做的，所以啊，它不用遥控器，它就会自己一直跳转的一个特殊的效果，有没有？哦 ，LED 变色功能搞定，谢先生，贺成交，嗯。然后换一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迷幻的效果。哦，这个效果特别的妙哦。然后有人刚才说，哎，我刚才介绍个老半天，这一颗就要用遥控器，说遥控器有多好啊，这一颗又不用遥控器，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哦，说到矛盾问题，就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拓野哥的一个跟另外一个明星的一个竞争，不过这是离题了啦。哦，简单的说，为什么这个不用遥控器呢？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RGB 的 LED， 所以它自己会慢慢的变化，所以我们就放着它就会变化，也不管挂在多高的地方，它也都会自己慢慢的变化。然后这一颗就是因为它都是白光，然后所以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变化。那难免啊，人生会难免很难做决定，到底我要彩色的还是我要白光的，那我要是雪花的还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烟火状的，
很难决定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双面的，让大家减少大家做决定的次数。那原则上，你煮如果把它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黑球，什么都没有的一个黑球。哦、然后，哎，有郭先生，郭先生说了牛什么球的哦，这距离有点远，我看不太清楚中间那两个字。应该是牛的什么地方的球吧，我想想，我推测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像这样产品，各位朋友一定很有兴趣。如果我们关灯的时候，它会变什么样子的，我现在去把灯关掉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效果。不是地震，是我踢到桌子。哦、大家可以看到关灯之后的效果、欸、我的手机是不是过曝了、欸、iPhone 啊，你们撑一下 OK、哦、有没有看到，然后这边的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、哦、这个就是 RGB 的、欸欸、越远 iPhone 越受不了，噔噔、哦、你从侧面看它也是呈现一个 3D 的效果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全息片的厉害。那这个厉害的这个公司厉害的在哪里呢？它把全息片一般都是做在一片的上面，它看起来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效果。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叫做彩虹泡泡棒的，彩虹泡泡棒也就是用全息片做的一个效果，转起来会很像一个打不破的泡泡，那就是全息片所做的。全息片平常有时候都会用在那个赌场，阿拉斯加的赌场啊，里面 的一些特殊的灯光效果，他们想要在一个 2D 的一个面上面制造一些 3D 的明化效果的话，会用到全息片。然后嘿，哎，问我有没有关灯啊、哦、有关暗一点点啊，因为关太暗我会怕黑、哦哦、谢谢王小姐的那个问说有没有关灯的这个事情。那郭先生持续问说是做黑的吗、哦、对，我们暂时不是啊、哦、所以没有关得很黑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在黑夜中的效果啦、哦、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、啊、好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叫做什么，我再回想一下这个叫做什么球、幻象采光球、哦、幻象采光球是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产品，那整个的效果异常的迷幻。你看这个雪花的效果，这个不在圣诞节推出，要在什么时候推出啊？但是因为收到货的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我们只好赶快补一下直播给大家看一下、啊、很像保龄球、哦、尺寸上有点雷同啦。那如果你带这个去打保龄球的话，过关的机会很低啊，因为他后面牵了一条线、哦、那一般的话他的员工会把你赶出球场，所以尽量不要带这个东西去打保龄球。那就是整个两颗特殊的副遥控器的副遥控器 我插播一下，副遥控器价格会一样吗？然后我真的不太知道他有没有副遥控器价格有没有差，1680没差。好，有没有副遥控器呢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。那这个白色的会有一个遥控器，可以达到一个各种不同的效果。像四号，我喜欢四号的效果，就是渐明渐暗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欸、我本身也没看到。哦，它会有一个渐明渐暗的效果。那这个是有遥控器，然后这个是没有遥控器 RGB 的版本、哦、如果但是如果你家本身就是做黑的话呢，这个东西呢应该也会你家会很适合，然后挂在自己的家里看起来也真的是有点像做黑的。如果你是做槟榔的也可以。好、哦，内建电池充电式的，哎呀，
郭先生真是内行，你只要插上你的行动电源，你就可以带着它到处任何地方，不管你在坐捷运，或者是理论上目前这个是高周波密闭的，所以你如果要带着它下雨天什么的也都不会漏电，只要不带着它去潜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如果你要带着它去郊游啊，去露营啊，或者是你骑脚踏车的时候要把它拖在后面啊，都没有问题。只要接着你的 USB 行动电源，你在抓宝的时候也同时可以带着它去，这样子可以帮你 照亮你前面的路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有朋友问说这个东西会不会重啊？赛先生科学工厂有人问说这个重不重，是在公司都没在拿。有些在公司没有搬货的同事就不太知道这个重量到底有多重，因为我们身体身强体壮，所以我们举重若轻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其实是还蛮轻的，是真的还蛮轻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一个很轻的一个产品。那有没有弹性呢？各位观众，一点点弹性都没有，可不可以当篮球打？如果您已经买单，然后过了保固期之后呢，我会建议你们本身拿来当做篮球打看看。如果还在保固期内的话呢，就尽量不要做这样子的测试。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关于这个，我们的这个很迷幻的一个，但是它主要是大概是这样子，它有附一个片。可以让大家这个挂钩，你可以挂在挂钩，大家挂钩，有一只挂钩一直在跑，好像一只蟑螂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挂钩呢，你可以把它挂在天花板的各种挂钩上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吊起来的一个动作，或者是你把它放在你家的一个角落，因为刚才有说了线非常长，大概有4米左右的一个长度。那有人问说是亚克力的吗？整个的材料我再帮大家做一点功课试试看，整个的材料叫做 PS 理论上不是亚克力了，那露营用当成大灯泡当然是可以的了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大家看这个整个一个 3D 的一个全息的效果。装饰用吗？你可以拿来装饰，也可以拿来舒压，这个放在你的桌子前面，或者是放在你的房间你的床边，学长放在床边之后学妹都没办法抗拒这种迷幻的效果。以上 OK，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理论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好，我讲的这么的清楚，我现在去开一下灯好了。好，槟榔摊，对，有人回 PS 等于剧本乙烯 ，Good job。真的是有好客户就这样的事情都会帮我们查好，但是他经过了这个是一个 PS 的壳，经过了所谓的全息的技术所做出来的一个全息球，如果名字要取得很厉害叫做全息球，但是因为我怕叫全息球没有人知道全息球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我名字自己没背好，把它叫做幻象采光球，而不是郭先生所说的牛什么趴的。好，以上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官网再看看这个东西，再补充一下名称叫做幻象采光球，这真的是很难背。那我们明天还会在官网持续补上一些新的照片跟一些新的效果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我研究一下这个直播怎么关，找不到关掉的按钮。
我找不到直播关掉的按钮啊，我找不到直播关掉的按钮。啊，拍谁？我的直播是用手机直播的，拍谁拍谁。好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。